新手宝宝看过来，然后教你一下怎么来找相对应的线号啊。比如说我们这个上面27、26、28，这个是序号。序号是什么呢？序号就是需要我们从线板上拿出来的一个线号。然后这个是符号，符号是什么？符号就是我们需要这个绣布上印的这个印花，每一种颜色的印花就叫符号。然后底下这一排是这个线号，线号是干嘛的吗？一般的是用不着的，就是说你买的这个图，如果我27号线绣着没有了，缺线了，然后找客服来补线，就来发这个线号就可以补线了。然后还有一个啊，我们这个图正着拿图，然后这个印花是印在它的侧面，就像我这样，我这个印花就是印在侧面的。比如说你这个27号线这个黄色的叉和下面的这个符号黄色的叉相对应是一样的，然后它就是27号线，对不对？这样很容易就找得到。还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说这个26号线，像这个符号和这个符号它是一样的，但是你这样看它的方向是相反的，其实它就是把这个符号图印在了侧边，你要是正着看的话，这个26号和这个符号是一样的，所以说大家不要就是找错了啊。学会了吧？很简单。